不是他不能穿靴子，因为很奇怪。他上一次的时候，对啊，会变，变成哦，你不要打我。新加坡要签的吗？对啊。好，可以。9月8号，9月8号好像。
副座啊？我副座，我这个副座在我手啊。你是要买要复印件啊？是吗？还不知道过去了。啊，那这样我那个等一下我在机场拍个照，我副座拍个照，把邮件。